没有几个女生可以跟神谈恋爱。如果最后你还是会走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因为那些甜蜜浪漫的过程都已经在我心里面。Boss， 您的收缩压已经逼近了140毫米汞柱，舒张压也来到了90毫米汞柱，心跳每分钟已经达了90下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健康署以及 WHO 规定的高血压标准值啊，请您冷静啊。我很冷静啊。您确定有冷静？您刚刚一下笑一下担心的表情跟四川变得一样快。老实说，您是不是因为夏天晴的暗示动了凡心？我不会违反天条动了凡心的。那这个裂痕怎么说？这个也是逼不得已才会发生的，跟动凡心没有关系。Boss，人跟神是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如果要谈恋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，就像我们隔壁区的希腊跟罗马一样，他们很多神跟人谈恋爱，结果当然有好有坏，所以 Boss 请您三思啊。哎，又是孽缘。 Boss 不要开门。孽缘都是前世欠下的债，该还的还是要还。子墨，你还没睡吧？还没。我准备了一些下酒菜，想要邀请你来我房间小酌，顺便聊聊我新开发的菜色。嗯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处理完，处理完之后过去。好啊，我等你。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，因为我刚刚去约会了。约会？跟谁？我知道，如果我不主动争取我喜欢的东西，那永远都不会是我的。原来要结婚啦？那干嘛特别跑来跟我告白？小宝，张礼谦，你这个花心渣男！你是无辜的，不怪你。Live Asia超级周末现场，本周来宾林心怡、曾玉佳、严艺格、李芷婷、屁孩。Live Asia 超级周末现场。我抛出。